说小燕，你可以接电话，因为我很想跟你这个聊一下天。他如果现在在听，我猜他应该不会接。真的哈、哦，好吧，小燕，他刻意在闪躲，因为他觉得说不要问，很可怕。好吧。好，小燕觉得太可怕了。我们等一下广告时间再问他。好。对，所以呢，小燕这个激励人心的故事，然后因为你歌词有写说，就是别多想嘛，就是直接做。做。然后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拖，是，那就直接奔啦奔啦，是，所以这个也是你现在目前个人的感情态度吗？就是直球。其实不只是感情、嗯、我觉得有些事不管是就像是我想要做音乐这件事情，谁他想要追女生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想，但是其实大概想你可以，我真的也你也可以没有到不用想，嗯 嗯想个大概就好了，嗯 嗯然后差不多了就做了，就是你有时候没有办法去跟上那个变化，嗯，对，所以你会觉得说有时候呢，就是大概想的差不多，差不多不用要思考太多，你不用想每一个细节，想太多反而会绑手绑脚。对，我觉得你所有细节都想得很完美的话，看什么事情、啊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是需要一些立刻的执行力的。 嗯所以 Jay Sean 也是一个很干脆的人嘛、啊、我觉得我决定性算蛮快的，对，就是直来直往，我也不啰嗦，不拖泥带水，是想到就立刻有行动力，是想写什么歌就马上写下来，会先对啊，先记 memo 啊，或者是直接打给谁说，哎、我有个 idea，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来。所以你现在这个平常自己写歌的方式大概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人是会录音的软体，把这个自己想到的旋律，嗯、然后呢是歌词把它给先录下来，然后回去再做一些润饰，再做发想。我会把它打在笔记本，然后回家、如果我有 beat 的话、嗯、然后就大概哼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进去这样。所以你这个到目前为止，从你开始尝试创作到现在，你大概有多少的库存量在你的 database 里面？其实你说多吗、嗯、也没有到这么多，因为我其实每一个东西都尽量把它弄得比较完整，我不是说、嗯、哦，就是我的东西其实都是大概有 mixing 过的，简单的 mixing EQ 那些东西、嗯嗯嗯嗯、所以其实量不算多，可能你说二三十首可能有，嗯嗯嗯，但没有到那个百首啊、哦、没有到破百首，可能一两百首这样子。没哎，所以你大概平均可以多久写一首歌？比方说一年你大概可以写个一个月写一首歌吗？至少应该一两个礼拜可以写一首。哦，那你会规定强迫自己要必须要缴出创作吗？不会不会，除非有必要。嗯哼，除非有人跟我讲说有必要。Uh-huh. 对，像是如果是帮艺人写歌的话，嗯嗯嗯、他们有档期的问题、嗯，我就会在那档期给他们。压力之下，就是要逼自己赶快把作品给交出来。对 ，OK。那其实应该这样讲，这东西很矛盾，就是创作的过程中，我还是喜欢这个东西，嗯、我喜欢这个过程。嗯。但是有时候因为你进入了主流唱片圈，那你必须要。例如老板说下礼拜可不可以听啊？啊，对，那我们通常呢，就是这我是学设计，嗯，这有点像是设计人的通病啊。嗯，礼拜三交的话，我假设前面有七天，前面六天啥事都没干，第七天东西就出来了。哎呀，就是那一天什么东西全出来了，如有神助啊你！不知道是档期的力量呢，还是压力交稿的压力。就是跟我们以前念书是一样，前面我都不会动，暑假作业都不会写，直到明天要开学，你才在那边哭着说：“我写不完了，写不完了啦。”从来都，从来没有一次是、嗯、哦，我今天写10%，明天写20%，最后顺利完成，每天轻轻松松，没有这件事情。各位，我们知道呢 ，Jay 上是一个需要压力的人，那么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就给他一点压力。他能不能在压力之下呢，马上即兴的现场创作出一些可以取悦阿关的音乐创作？我们这个先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好。人都是这样，到最后一刻我们是不会交东西的啦。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不一定，例如说他是靠，但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真的吗？有些人就是会那种按部就班，说我一天做一点，一天做一点，一天做一点。我超级想，比方说你出国整理行李，你是最后一天想会，我现在拖到已经半夜了，然后明天四点要坐飞机，完全就是，对，但是我们完全就是我出国前三天就已经在收了。
真的、啊。可能为什么要这么早说？没有啊，先收好比较安心。所以每个人真的个性不一样。可能顶多会做的事啊，啥事都没做，先打一些 list， 大概简单的。这已经对我来讲，骗自己说，哎、欸，我已经有在动了，有在动了，那已经是真的是这样，对我来讲已经有在动了。哎、欸，君翔，你什么星座啊？摩羯。哦，摩羯座，摩羯座怎么会这样子？摩羯座是？你是歪的摩羯座、啊？怎么样？为什么说摩羯座不会这样？摩羯应该是土象，土象应该是那种很脚踏实地的，就是会。我蛮实际的、啊。会规划，对对对，可是你实际没有反映在你的创作的这个 schedule 上面。对，这个方面。你在创作方面可能是蛮风向，或是蛮哎，小孩子土象火象水象水象土象火象风象风象好风象跟火象可能是风象嘛，就像风一样这样、变来变去像风一样的男子，听起来很漂泊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你现在成为了这个主流的发片歌手，依旧你的网络还是会继续的经营，还是会。但是其实我这一阵子真的没什么时间经营，我想也是。真的，因为他其实经营有时候需要一点头脑跟花时间。像宣传期过后的话，应该都还是会继续经营，或者其实我有时间，我还是会继续做一些什么事情，拍一些自己喜欢的，可以把这个系列继续。延续下去。影片像我喜欢做菜嘛，我如果有，你喜欢做菜哦？嗯，我喜欢做菜。Oh、我如果有，我之前有拍过一些简单的，也有拍过一些复杂的，有拍过复杂的做菜影片，也有拍过一些更居家的，都有。对，台版 Jamie Oliver 是不是？我去吃好吃吗？我其实我觉得以连锁餐厅来讲，是还蛮不错的。CP 值不错。说真的，哎 ，CP 值吗？对。哎，等一下，怎么样？哦，对，突然吓到，想说我要讲什么？贵的是不是贵的？好，曼哥来了，曼哥来了啊，曼哥。我们虽然很想要听曼曼，可是没办法慢慢聊，因为时间很有限。哦，怎么了？这主持人有还是怪怪的？上班上太久，哦，真的。刚一个紧张，以为要 call 给小叶，害我直播又打。对呀、啊，好吧，没关系，他等一下唱歌可以看。小叶，你有没有发简讯？你发讯息给他啦。你好发哦，你为什么一直要多多 call 一下小叶、啊？不是嘛？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小叶长什么样子，你们有没有照片给我看一下啦？等一下给你看，没有，因为现在打给他，又打了一次。阿叶啊，那个我在 Hit FM。你扩音直播，你放扩音，你又放扩音。那个，你要跟听众聊天吗？对呀、啊，小叶，你要上线吗？小叶。对，现在还没上线，但是快上线了。哈哈哈！小叶怎么来了？你想聊天吗？小叶，我们都很好奇耶，你的爱情故事。这是今天主持人阿关杰。你现在是全世界我们最想肉搜的对象了。对，阿关杰一直很想肉搜你，他刚才跟我要你的照片。小叶，你在干嘛？我在工作室。哦，小叶是个导演。哦，小叶是导演哦。小叶就是 Brla 的导演。哎呀，难怪把娟相拍得好帅哦！小叶，你好有才华哦。没有，还好。是哦，小叶，你最近这样子成为讨论度极高的一个对象，会觉得困扰吗？会对觉想有一些 complain 吗？有点尴尬。是哦，那我们现在要不要上线啊？要不要上线？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在广。上脸应该还好吧？没有，好、哦，他说没有露脸应该还好。哦，没露脸还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哦，那你就不要挂哦。但是我怕我讲的不太好哎、欸。没有关系。你就慢慢来。哎、欸，各位，刚刚在广告时间，你看现在 Jason 在跟谁聊天呢、啊？他跟小叶在聊天呢、欸哦。小叶终于接电话了。这个是小叶，小叶你现在在广播。嗨，大家好。小叶，你刚刚那个好像有对我表达说，对于成为这个 Jason 歌里面的这个最佳男主角，你个人觉得有一点点困扰，是不是？你个人是不是对于成为最佳男主角有点困扰？啊，是哦。好，没关系，我再问一次，你是不是对于成为 Brla 的最佳男主里面的故事男主角，你会有点困扰？会是，其实是蛮尴尬的，尤其是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
的时候，我基本上有点哑口无言。因为 J 相讲的太真实了，对不对？因为太真实了吗？对，其实某些故事是，就是真的是我的经历。应该我看大概有八成嘛，对不对？七八成哈，没关系啦 ，J 相那个没关系，小叶，你不用觉得尴尬。小叶，你不用觉得尴尬，因为呢 ，J 上已经觉得下一个那个主角是要写剃刀的故事。哦，那太棒了。对对对，所以你们全部人都会被拖下海，所以你不用，你不孤单。太好，不孤单。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收音机旁的大家说的？说你现在过得很幸福，你很好，虽然你单身。对，我现在生活很充实，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勉励。各位小叶，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就是总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真爱的。真的，所以小叶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哦，因为我们刚是真的是出其不意给这个 J 上出考题了，所以真的很谢谢你愿意给我们一个在空中跟你聊天的机会。哦，不会不会。好哦，那先跟你说再见喽。哎，还是你还有话、还有话要说？小，你还有话要说吗？没有，你们继续聊，你们继续聊。小叶跟下去。Okay,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哦、oh, ，J 上听那个小叶的声音，感觉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哦。他是啊，对，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对，所以小叶没有关系，你现在是暂时空窗两个月而已。我不知道他空窗几个月，但是我知道他现在空窗。对，好，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他刚刚也很正向的思考说，说勉励这个所有的小叶们，大家这个把自己过得更好，提升自己，对。所以真的很棒哎，所以我要问一下，这个 J 上之前是在这个网络发机吗？是，就开始可能唱一些这个你喜欢的歌，选择一些你喜欢的题材做 cover， 是，然后就开始被大家讨论，然后呢，就是哎，现在变成主流的发片歌手了。是，对于这一切的一切，到目前为止5月5号发片到现在，自己都觉得还习惯吗？还 OK 啊，因为其实我、因为现在媒体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多了网络嘛，那我在自己在网络在曝光阶段，其实我就已经有一些。去跑节目的经验，那时候可能比现在还更菜，但是其实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那个时期的一些跑的通告，再加上现在的通告，其实都有点像前哨战，有点像是为了我现在发片做准备。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出去，虽然有时候唱的也蛮鸟的，就是比较丢脸，但是我觉得也没差。对对、不管怎么样，这个每一次的经验都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对对对。所以你今天准备好接受魔鬼的磨练了吗？要磨什么练呢？来哦，就是要来现场变成2017年版的张帝。要变张帝哦。现场要即兴创作，饶舌一下。好。好不好？考一下你，因为我们这个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可是我们大概只剩3分多的时间而已。好，好，来喽。那我要直接来。直接来啊！哦，那我放个 B。OK。哦，果然是有备而来哦。其实果然是专业创作人。我刚刚去 YouTube 上找的。哦耶！果然是 Google 魔人。好，来。Yeah。现在在这 Hit FM， 我们只是在这不算是终点，你知道跟着阿关姐，我们只是在这里不是在关键时刻在报道，我们在这里吵到那听众都一直在说我们太闹。Oh， 这是 J to the S， you know， 这是 J to the S， J Sean 站在街上，还有那边的人们跟着接唱，他们知道 freestyle rap 不是不可能，他们只是说这个样子太神。哦，你没看过，我现在让你知道，你老师知道，你妈妈知道，连你那女朋友下面都掉。哦，所以现在自动消音，他们说在这里一直不断制造噪音。哦，这是 hip hop， you know， 弹着那个吉他，喝的一点水。他们说在这里，我喝的有点醉。Freestyle 没有逻辑，像是一个搏击，自由搏击把你击倒，一秒钟的时间。OK， you know， Hit FM。哇，掌声鼓励鼓励，哎 ，J 上真有你的耶，真的很厉害耶。我刚刚讲到，我想说啊。消个音好了，真的 B， 而且还自动还那个自动配备人体消音器，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人，
真的。所以呢，哇，我刚刚真的觉得对你大大的佩服哎，明年你一定肯定要来 HIDO 流行音乐奖了。好，我其实真的蛮期待的。真的哦，那你嘴唇真的很干吗？还蛮容易干的。需要我们送你护唇膏吗？哎，我今天刚好有带，可是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哦、不过没关系啦，没关系是不是？没关系啦。那你上你下次来的话，我就送你护唇膏。那你可以送我水饺吗？你要冷冻的还是煮好的？冷冻的比较好，但是煮好的话，你有一些小配方，对不对？请问这边有冰箱吗？有冰箱。好，我可以带来，然后顺便也分享一下小配方。好帅哦！我分享了几次了，但是我还是不厌其烦跟大家传授这个技巧，因为我觉得技巧真的太棒了。需要散播到全世界。一世成主顾。诀窍就是，刚煮完之后，要立刻把最烫的水饺放到冷冻的那个层里面，是，然后让它静置。差不多20秒到10秒，嗯哼，30秒我怕有点久哦。对，你要让它，其实它的功用就是在瞬间把水蒸气给蒸发，迅速，然后对，然后你的那个水饺就会变成里面的馅还是热的，外面就是比较 Q 弹。哦，各位，是不是美食达人啊？那我是再分享一个东西、啊，是还有啊，有啊，当然有，怎样？你说，你说，你说。冰箱这个小 paper 嘛，也可以用在。欸、我们剩50秒。好，冰箱这个小 paper 也可以用在生菜沙拉。如果你的生菜沙拉洗完之后，你觉得水分还不够干的时候，建议你放到下层的那个不是冷冻库，就是下层的冰箱，让它静置个1个小时，它会把所有水分吸干，你的生菜里面就不会带水，不会吃起来特别的就是软软脆脆的。没错。天哪，各位，今天我们这个请到的不只是我们饶舌达人2017年的张帝，大街小巷都知道 J 上之外呢，还是一个饮食的小魔王，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剩下这个最后的20秒，你有什么话跟大家说的？来搜寻我的 Facebook， 搜寻我的 Instagram， 得到更多的资讯。J 上 J 点 S H E O N 街巷，还有 Instagram J 上 Official。今天很谢谢 J 上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是南部午餐 DJ 彤彤，不是要提醒你吃饭啦，是要请你一起听歌哦。还可以直接。最后好急哟、哦。好，我有加快吧？有，你很厉害，就自动就是那个像那个 YouTube 一样，就转速变成1.25倍这样子，自己1.5倍来催人呀呢。我想说不行啦，速度变好快哦。我刚刚看他 Q 50秒，对，好紧张哦，天。而且都没有结巴哎，因为有些事情真的是我在家里就是做菜的东西，我在家里重复了太多次，真的是会聊嘛。哎呦，早知道抱歉了，我刚刚本来他们说你要9:30来到10:30，我还说太长太长了吧，我现在后悔了。真的吗？你应该来，还有时间啊，你应该9:00到11:00都来。还是你早上起来？刚，阿关的节目是早上9:00，9:00到12:00你可以聊3小时。可以，但是我可能在恍神中，我想。没关系，没关系，你晃神，我们就这样，就对，你就无所谓。我夜猫子哎。没关系啦。真的吗？对啊，现在为了要讲到来，就无所不用其极，好不好？来一下嘛。好。我觉得他已经傻眼了。我怎么会说好啊？就是一种被那个逼上贼船的感觉。好，不管怎么样，来来来，那我们来，请帮我签名。专业宣传一定都有带签名笔。阿关，你下次真的要送他护唇膏。对，我要送他护唇膏，真的。然后你真的要送我水饺。好，好不好？好，那哎，然后别去拿，别的包包在外面。对对对，那同时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必须要很快的。哎，你要干嘛？啊，那个哦，你要拍照。拍个照啊，是否是否？要先签完再拍还是？都可啊。签完再拍好了。好哟。好的，好的。来看一下新人的签名怎么样好了。你的签名有设计过吗？我的签名没有特别设计耶。哎，阿关姐喜欢什么东西，画个东西给你吧。你喜欢什么东西哦？好即兴。那个，你帮我画那个水饺，我要元宝。水饺哦。对，帮我画3个水饺。水饺塔。水饺。水饺塔。水饺。可能很丑哦。你不想看水饺是吗？你要练习一下吗？纸吗？他在试画。对啊。水饺，水饺。这个。要求很特别，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一个，不按通常人家都是说帮我画爱心啊，帮我画爱心。这个话你觉得适合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吗？这样帮我画爱心，是一个什么呀？哦 ，friend day 不是 friend day， 这看起来像贝壳。我今天讲，我们就讲 friend day， 然后今天陈立宇跟我说是 friend day。是 Friend Day 乐团，是吗？
我们干嘛这样这么小声？没关系啊，直播就是要自然啊，对不对？对不对？对对对对，这么好了啊？不知道。感觉是 Friendly。你不要乱念是 Friendly。Friend。不好意思，我没拍到你啊，关。等一下。你去他那边，你去他那边。Friend Day， 我不，我是学过法文。你学过法文？我说我是，我没有歌。好了，等你等一下这个歌名让他报。这个歌名吗？好，这个是团名。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们现在也要报团名就好。Friend Day， 他就是 Google 先生，Google 翻译。你帮我，你那个等一下嘛，麻烦那个最后的那个要请那个J 上呢，帮我介绍一下这一首歌的歌名，还有呢。帮我播报下一首歌的歌名，因为我法文不太好，国语也不太好 ，English 也 no good， 所以就是要麻烦 Jason。好 ，Please， 现在吗 ？Give me a hand。现在吗 ？Oh no， you got 2 minutes。哦，有。2 minutes left。好。So take your time。哇，好大一盘水饺啊，各位。他没有签名哎。他没有地方签名，他签了现在的时间。哦，热腾腾煮好的意思。哇，那你要帮我画个冰箱，我要马上放进冷冻库，要冰冻多久呢？10秒到20秒吗？没错，内馅还是热乎乎，可是外皮已经 Q 弹喽。没错，又或者是生菜沙拉怎么样？洗完之后觉得啊、哦、水水的不好吃的话怎么样？放冰箱，但是不要放冷藏没错，1-2小时静置它，其实都可以，但是。脆脆的，谢谢你，这是台版的 Jamie Oliver。很多人说你是台版的 Bruno Mars， 你个人觉得呢？我觉得大概只有长相有一点像。你身高比他高啦。身高比他高啦、啊、但是他唱歌，他真音比我高啦。他是真的很厉害哦。超厉害。他这个真的是，真的是小巨人哎、欸。他真的是太猛了，所以如果你可以变成是被冠上台版的 Bruno Mars，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欸。是，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说长相的。哦，说长相啊！你的嘴巴也中、欸。这个吗？哦、，what？ 哎、欸，我写错了。你要写台语？哦，没关系啦、嗯。也有人这样子写，没有关系、哦。好。对啊。这个字还比较喊、啊、还难写嘞。对啊，你好会哦。他把我关起来，对不对？关起来。好了，他签好了。谢谢谢谢。对，眼睛都已经变叉叉了，你怎么没有把眼睛画爱心？应该是要射出爱心之类的。快来！啊好。啊，你上去他那边了。来，这边。好。需要戴耳机吗？没关系。我闭好注意。来喽。要怎么报歌？就是你看，这是我听到的歌。开喽。好。现在你听到的歌是。法兰黛乐团，它叫做 Friendly， 也许吧，我也没学过法文，但我们就姑且这样叫它。它跟谁一起合作？它跟，李英恒。哦，李英恒、李英宏一起合作的哇！介绍下一首歌。好，我们来介绍下一个首歌 ，Six Inch， Beyonce。The Weeknd, Waken Lemonade. 主持人辛苦了，主持人辛苦了。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小姐姐就是要帮主持人伺候啊。哎，我不是辛苦了，辛苦了，小哥哥吗？刚刚一瞬间角色对调，你是主持人，我刚刚是小姐姐，我在帮你，对，我在帮。好了，下班了。好了，哎。直播要关了啦！关了。好了，关了啦！哦、好，拜拜。拜拜。哇，这是我这几年内收到最有诚意的一个签名。